Vegan. Sounds like heaven. 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 然后师父就很高兴的、很自然的唱那个我永远爱你，就唱歌的时候，师父的声音简直就是震动宇宙，整个地球也在那个颤抖，耳朵都震得都很那个，我就很震撼，很震撼。然后我当时就高兴的只是在那个就是享受那个境界嘛。然后我就回去之后，我就闭关七天。我当时是只享受那个高兴的事情的。但是闭关七天的时候，我更震撼的事情是，因为师父高兴唱歌的时候，那个震动的那个力量，就把那很多魔王的宫殿给毁掉了，他们就瓦解了。我就太高兴，太高兴。那天七天闭关之后，哇，师父高兴一次。对宇宙这个震动的这个力量太震撼人了，就那个声音，就耳朵我都回去以后几天听不见，旁边的我家师兄跟我说什么，我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这耳朵都震的。了解。然后就是我七天闭关之后，我去看我二姐，然后我二姐见我说，哎，那天师父唱歌的时候啊，那声音好震撼，好震撼，好那个高的地方都能震动震动的。我说你也听到了，我说他看到了一个很强的光和还有那个听到师父的那个唱歌的那个声音，震动宇宙的那个。我说我俩都是同感呐，我说我们真幸运，真有福报，能听到师父唱歌的时候那种频率好好高好高，不知道多高，我不知道。道行是无边。还有第二天父亲节，师父拿了师父唱这样琴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个震动频率和唱歌又不一样。它是像那个湖面的那个圆形的那种波。一会儿是七彩光，一会儿是九彩光。又是震动宇宙，全满宫都是佛菩萨、天神、天女，还有童子。都在合掌，都一起唱歌，然后那两天都是下的那个光点的那个雨，全是那个花，全是光的花，而且那个这我们这个整个道场都是七种那种香气，我没办法用语言来表示。了解。而那天，我就这个人就好像魂儿没有一样，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腿。然后结束之后，我们几位这一起来的那个同修就看。佛菩萨都不愿意离去，一直加持我们，那香气一直在这扑突扑扑过了，我们哭着抱着，我说我们师父高兴一次怎么这么没办法形容，太震撼。而且那个全宇宙的那些佛菩萨都在赞叹师父的那种力量。然后我回去七天闭关之后，我就是打开无意看那个新闻，一看，哎呦，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吃素环保救地球，可能吗？还有救动物。然后中央电视台播了之后，我想，哇哦，谢谢中国。师父做什么事情必须有那个物质的有形的接应一下子，当然才可以消化无形跟有形在一起。对，这内在的天地合一，是师父就内在的师父就这样告诉我。哎，谢谢中央政府了。对，谢谢大陆的政府。他们还提倡要保护动物，因为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好，不得了啊！这个影响力太大了。了解。对。Vegan for the change we've been awaiting. 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 To watch and download more testimoni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2-heaven. Vegan. Sounds like heaven.
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